Morning Church， 再次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空中的崇拜。我充满的无限的excited 兴奋，因为我们今天的线上的空中的崇拜是要做完结篇的。Amen。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就回到实体了。做好心理准备来朝见神，因为我们可以实体的面对面的来敬拜神。Amen。上帝很好，让我们度过了，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带我们出来。我们要进入那个迦南之地，我要看到上帝要带领我们更丰盛的地方。可以听讲 Amen 吗？好，让我们来当然我们要欢迎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空中崇拜的 Hope In 的，我要仅代表我们两间教会，也就是灯塔社区中心还有 FGD 欢迎你。我们是两造教会，已经是合并并且是很连体的聚会，所以我鼓励你，我要奉主的名欢迎你，祝福你。当然我希望你能在我们各自的 Live Page YouTube 还有我们的 Group 里面来 Subscribe and Like， 因为你会得到我们进一步的消息啊。再次的希望你，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神的话语的鼓励，你能够重新得力，你能够得到医治，你得到更新。 Amen。 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敬拜神，回到我们的实体了当然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不能松懈，还是要遵守 SOP， 保持距离，戴口罩，量体温，常常洗手。 Amen 吗？当然你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叫属灵的 SOP， 也就是要祷告，祷告是你的盾牌，你要读经是医治你白体的良药，要不要停止聚会，因为聚会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它是贯穿旧约和新约的当守安息日，所以我们要这安息日不是给神的，而是给我们的，是对我们好的。神要我们要安息在他里面，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你们的神。 Amen。 So right， 我们也当然这个礼拜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新闻，社会新闻我有深深的感触，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已经没有爱了，没有宽容，也没有良善，到处都是看到很多人是指证人家的罪，指证人家的问题，指证人家的过犯，而没有看到自身也是需要一个救主的，特别是我们这些罪人。而且如果你信主了，你也不要掺在跟他们同流合污，不要做一个忘记我们本身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本是罪人，没有人能够拿第一个石头来丢有罪的人，因为我们本身都是有罪。 Amen 吗？但 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你更要散发，你更要传播，不是仇恨，不是不饶恕不原谅，而是你要传播爱，你要传播良善，那善良的种子在这个社会里面，让人家看到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是不一样，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啊，盐来做米，爱洗草的吗？怎样炒了能够倒炒楼梯啊？怎样如果我分别了嘛，对不对？我们要做世上的盐。看到有些不公义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哎呀不要多思，我们不要理。当然我们也不要讲太多东西，因为圣经讲你的讲多就错多。 Amen。 所以鼓励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我们来为这个聚会来还没为聚会大家还对，我们就是鼓励你要记住，我们21号我们是恢复实体了，跟你旁边讲我们要回到神的家了。 Amen。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心来做好准备，如果你是已经打了两剂，已经是超过14天的，欢迎你报名，因为我们的位置有限，
不是转，不是刀啊，是因为位置有限，需要你报名参加。因为 4D Falim 那边我们能容纳50个人，我就人一点点。连大陆后这个大陆后的灯塔，这个福建堂呢，能够容纳35个人罢了。所以你，请你报名好吗？好不好？请大家合作报名。那么当然你来到聚会当中，我也希望你合作要给点名，要给量体温，要做好证明，拿你的那个 handphone 出来给人家看，你是已经打了两剂的证明，好不好？这些都要做的，给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要施行这些东西了。19号和20号，也就是拜五晚上和星期六下午，我们会分两批来做 Godoro 用，要大扫除啊，别提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打扫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更健康、更干净、更卫生的环境。Amen。所以鼓励你参与，你爱神，你告诉我爱神，不要嘴巴，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是爱神的。你因为爱神，你就爱神的身体，爱神的教会。Amen。所以希望你参加报名这个打扫的行列这个大扫除的行列。Amen。好，我们就把今天的聚会完全的交托在圣手里面，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我们祈求圣灵，我们邀请他在我们当中来运行。 Amen。 Karabaka shukuro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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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koshandarabaka shikyandiribibibikishi koroboko shandarabababariyandarabaka koroboko shikyandarabababakashi karandoro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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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感谢赞美，因就在一次我们感到很荣幸的，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释放，我们心释放，我们灵自由。那里有圣灵，那里有自由，我们要来自由的，来奔放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能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能摸着你的心，同时被你来触动和摸着。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在你的脚前下跪拜，来敬拜，来亲吻你的脚。哦，这就是我们要献上最美丽的，我们最深的爱情给你。圣灵啊，邀请你做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运行，还有圣灵的充满，还有圣灵的浇灌和更新，以致他们的生命被神你来塑造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像我们的口号所讲一样，跟从我像跟从基督。主啊，我把这个机会由头到末了完全的交托，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站起来，我们荣耀们主，起来荣耀，耶耶，荣耀，荣耀主耶稣，起来荣耀，耶耶，荣耀，荣耀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耶耶，荣耀主耶稣，起来荣耀，耶耶，荣耀。荣耀主耶稣，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失望，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神，掌管世上万有，全心是捆绑赐给我起来荣耀，耶耶，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耶耶，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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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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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你是大君王，胜过黑暗失望，洗净心灵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神，掌管世上万有，全心随的捆绑赐给我新的生命。起来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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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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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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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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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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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让我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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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阿门！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恩条弟兄姐妹和 FGC 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起来敬拜，阿门！敬拜我们又活又真的神。我知道我的救赎人活着，他是有活的主，阿门。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上。
持得住，我知道 Amen。 我的救赎人活着，那是有火的主，是的，让我在孤独孤独时，他陪我做我的根。弟兄姐妹起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Amen。 我心不再犹豫，是的主，我要在每一个日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是的，我灵不再沉睡，但好像想起的那一刻，我正见他荣光的脸。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火的主，当我在深谷里失志，他领我走正义路。一起，我知道我的救赎人活着，他是有火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陪我做我的灯。弟兄姐妹一起来，我活着，我灵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是的主，我心不再沉睡，然后就想起你那一刻，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Amen。 我心不再沉睡，是的主，但好像想起的那一刻，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是主，我灵不再沉睡，然后就想起那一刻，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开口敬拜神，拉巴巴沙拉，伊拉巴拉巴沙拉，见他荣光之面，荣光之面。感谢主，我要以圣灵测试见你的容颜。
深锁，
Amen， 我相信你已经有一个很棒很美好的敬拜，刚才我们的敬拜赞美，这个是我们第二次的敬拜，那就是金钱的奉献。 Amen， 我们用嘴巴，我们用嘴唇来结出赞美的果子来，现在我们用我们所做的所出产的，然后献上为祭。神不是要你的钱，而是神要你的心，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就在那里。啊，讲金不讲心，一金假金假心心，所以要准备心。奉献不是添油钱，奉献是给神，是一个记号，我是属神的，我有神管的，我的主是神，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我不因为给了十分之一，不因为给了奉献而不够而缺乏，而是我是能够像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我能够福杯满溢，溢到流出来，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主，我们要把今天早的奉献完全，我们准备好把今早的奉献完全的交托给神，让它成为分别为圣啊，属神的 ，Amen。当纳的交给神 ，Amen。那我们有给你的 Dutch and Go eWallet，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 link， 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我们的户口，你可以 online 的户口，你可以转账。来，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的祷告。嘎拉巴嘎修格罗波格谢吉安达拉巴嘎谢，主啊，我要感谢赞美你，我要感谢你。我们教会这一班的弟兄姐妹都是成熟的基督徒，他们都知道要给奉献不是因为只是义务和应酬而已，而是我们是时候，是美好的时刻，来表现，来向世界展露，宣告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有给十分之一。我们之所以从世界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属神，给十分之一，神悦纳，有意味神悦纳我们的十分之一，并且用我们的十分之一作为一个倍增的一个法则，让五饼二鱼能够装满十二个篮子还有剩。主啊，求主使用这个金钱来扩展你的国度，来拯救灵魂，来改变生命，来建立你的教会，并且也成为祝福的管道，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们，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边缘人，来建立，来让人知道耶稣基督的爱。谢谢你，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给奉献的甘心乐意给的，求主你祝福他们30倍60倍100倍，让他们结出仁义的果子来，让他们能够讨神你的喜悦。谢谢你，就好像约伯那样，就好像亚伯那样，你接纳他的奉献。谢谢你听仆人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Amen， 那我们准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新鲜的玛纳，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所相信的圣经。Amen， 跟着牧师一起来，一二三，这是我的圣经，我相信它是神的话语，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应许，我要爱慕它。这里面有成功的方法，有亨通的原则，也有蒙福的途径，更有讨神喜悦的路。最重要的是，让我明白神审判的警告，我今天预备好领受神大能恩膏的话语，叫我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相信的跟牧师一起讲 Amen Amen， 感谢神，愿神祝福你。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独立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教会要开始了，要实体了，我要帮助你预备什么？预备来接下来的发展，接下来神带领我们的脚步啊。所以今天我把这个独立的信息命名为一路有你， OK， Here I am Sunny， OK， 一路有你。为什么要跟你讲一路有你呢？当然是也因为疫情，之前有疫情，到现在我们在复苏的当中，而让你明白，让你也不要糊里糊涂，或者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前方都是很不确定性的日子和生活当中，有些
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来到教会，来到线上的敬拜，线上的崇拜，你有没有跟神要求或祷告说你要些什么？有吗？还是你一片茫然，你不知道蒙查查 MCC 呢？糊里糊涂，不是基督徒？还是你说神啊，你来到神面前是带着有许愿、有心愿、有要求跟神求你的？特别是我说，哎，我在禁食的这个21天，你有什么特别祷告啊？我为你祷告，你就好像来到神面前有求这样。那，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要神给你所要的，你有想过？或者你有从来有 care 有在乎过神要的是什么吗？在整个疫情当中，然后我们慢慢进入复苏的当中，你有想过神的旨意是什么吗？神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吗？所以我要今天这个一路有你，就是这个你是讲到我们，还有就讲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旨意。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第6章，我们里面呢看到，当以赛亚看到神给的意象的时候呢，他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冲击。我们也看见许多人呐，就是因为看到有意象，被意象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让主来改变他们，成为合用的器皿。神选召我们，不仅是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已，更期望我们能够服侍他。2700年前，就是2000年前，在比耶稣更早的700年前，上帝问了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上帝问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并且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便说是谁？以赛亚，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英文 ,Also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saying, 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Then I say, Here am I, send me. 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啊，我求主你帮助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耳朵，让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圣灵对今天对我们的催促，对我们的催逼，对我们的感动，对我们来说话。今天圣灵仍然对着教会来说话，对着我们来说话。求主你让我们不是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心思却昏暗的，而是我们充满着属灵的眼、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观察，能够知道神正在做新事情。前面是神已经在做事情了，我们不能糊里糊涂还在茫然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给我们启示的灵。我将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2700年前上帝问了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弟兄姐妹，今天啊，神啊依然问我们，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 God still ask today, Whom shall I send, Whom will go for us。 以赛亚看见异象以后，一辈子被这个异象所引导，他的生命因此而改变。在此之前，我们没看到以赛亚有什么特别。他经历了这异象之后，他第一个感觉就说，哎呦，祸灾祸灾，惨了惨了，好跟我讲，惨了惨了，我嘴唇不洁啊，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啊，我吹啊是无清气的，而且活在不洁净的人当中。为什么之前他一样是祭司，可是没有看到这个看见呢？是因为
他看见了异象之后，异象来引导他，因此他生命改变。这个改变呢，不是偷偷摸摸的，是没有人发现的。这个改变不是不让人知道的，旁人看不见的，唯有如此，是大家都看到的。哇哦，以赛亚，现在你不同了。哇哦，弟兄，你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了。姐妹，你真的生命改变，从你身上看到了。唯有如此，上帝才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可以听你讲 Amen 吗？After Isaiah had the vision, he was dominated by the vision all his life, and his life was changed as a result. This change is not secretly undetected. This change is not unknown to others and invisible to others. Only in this way, God can use our life to influence the life of others.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从第八节短短的经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呢，以赛亚在侍奉上有三个新的认识和态度。第一，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目的，来跟牧师说，神有他的目的和他的旨意。 Right， 他要寻找合用的人做成他的工。From verse 8, we can see three understandings and attitudes of Isaiah in his ministry. First, God has his purpose and will. He is looking for a suitable people to do his work. 因此，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停留在去教会、参加教会而已。Hello, 弟兄姐妹，神不只是要救你的生命，然后把你放在教会里面乖乖蛋糕耶稣来讲不对天堂，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样的。神要我们去侍奉他， Amen 吗？我再讲一次，神要我们去侍奉他。神在这里宣告，侍奉是他的旨意，是他的目的。可以听你讲 Amen 吗？ Therefore, the life of Christian is not just about going to and attending church. God wants us to serve him. I say again, God wants us to serve him. God declare here serving his will and his purpose.我们继续下看下去。所以我们首先要先弄清楚这件事情，侍奉主是神的旨意。我再讲，再跟牧师讲一次，侍奉主是神的旨意。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啊，然而对我们的生命有深刻的意义。多数的基督徒不认为啊，主的旨意是要我们侍奉他。我们以为啊，把礼拜天剩下的一点点时间给神了，已经高好一笔了，够了。我哪里有时间？常讲，我哪有时间？我哪时间参与那么多？我哪时间祷告？哪时间读经？有吗？我们常常说我们没有时间啊。如果啊，聚会比平常长了一点呢，我们就开始坐立不安，每两分钟看五次表。并对牧师 A-box 说，录不出表不，我真的是没有啊，你要送我一个吗？啊，下一次啊，生日的时候啊，我送你一个表啊，请你每次讲到啊，摆在那个麦克风旁边啊，放在圣经前面呢、啊。事实上，弟兄姐妹，神要他的子民和百姓百分之百的参与在他全宇宙的工作里面，可以听你讲 Amen 吗？ In fact, God wants his people to participate 100% in his workand in the entire universe. 神的计划，神的目的已经在圣经里清楚地被启示出来了，并且让神的儿女有份与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今天问题不是什么是神的计划，什么是神的目的，今天的问题是，你是神的儿女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上帝的问题，上帝的提问就更有关系呢。The question today is, are you a child of God? If so, God's question is related to you. 我们不能把教会当作一个只要付会费就可以自由参加的社团。教会是有生命的。哎，加利比亚，跟你旁边讲，
教会是有生命的。是的，神透过他所召集的这群人在社会上显示他自己。如果我们不了解教会的性质，就无法了解服事的意义，因此如此导致教会变成一个软弱而且是什么拜他咯 Lambert 的教会了。 Right? We can't think of the church as a club where you can just join freely as long as you pay the membership fee. The church is full of life, and God reveals himself in society through the group of people he has gathered.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church, we will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ervice which makes a weak and lame church. 我们看下去，我们把侍奉的工作留给几个所谓全时间工人啊。事实上啊，根本啊没有全时间侍奉这一回事。你找整本圣经都找不到这句话全时间 ,full time workers。所以我在讲啊，如果你讲 full time workers 是 full time 呢还是 full the time, 浪费时间。哎，这个字眼。因为所有基督徒都被神呼召全时间侍奉他。我们常常讲没有时间嘛，刚才讲了，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参加聚会，没有时间去救灵魂传福音，是吗？岂不知啊，你的时间不是你的，你一生的年日是上帝决定的。上帝造你，给你生命气息。假如上帝拿走一切，你就一了百几了，什么都没有了。还记得那个人说，耶稣在比喻说啊，他躺在那个货场里面啊，说哇，我赚得全世界，而赔上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啊，说哇，我的仓库我收藏可以用很多很多年，然后。上帝对那个人说，今晚我就要拿掉你的生命了。弟兄姐妹，你有想过神给你一辈子的时间是怎么样用的吗？神要所有的基督徒在一生的每一刻时刻都服侍他，可以听讲阿们吗？照着他所给的恩赐侍奉，运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和能力以及属灵恩赐，付出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所有一切，让他的国度得以扩展。 God wants all Christians to serve him at every moment of their life and serve according to the gift he has given, to use the talent and abilities that God has given us,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gift, to spend our time, our money and give in all,Allow his kingdom to expand. Can you say amen?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服侍神是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有份。我再讲一次，服侍神是神的旨意，每一个人都有份。 Serving God is God's will and everyone has a part of it. Alright, 感谢主。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你知道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是谁吗？你一定想啊，那些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并不是非基督徒哦，不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哦，而是那些不坚定、三心两意的基督徒，因为他左右摇摆，他向右魔鬼会骂他，他向左神会责备他，他就好像啊三明治啊三文治夹在中间，所以心里总是不安，生命里没有喜乐。Do you know?Who is the most unhapp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This is not non-Christian, but those who are not sure, half-hearted Christian, because they are swayed themselves left or right. The devil would angry him or left, God would rebuke him. He was like a sandwich in the middle. So their heart is always restless, and there is no joy in their life. 我告诉你，你可以赚很多钱，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如果你没有满足神的心，我告诉你，这一辈子你的心啊是空虚的。你会不断的在追求金钱，你在追求，不断的追求更多的名和利和地位，但是到最后你追逐到了之后，你还是觉得
里面是空的，因为你还没有满足神。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你六七十岁要半百，差不多一只脚要插进棺材之后，才 realize 才惊醒说，我要侍奉神。阿弥，如果有人说他已经经历过神了，但却很少服侍神了，信仰生活也经常退后了，一会儿想要跟从主，如此地反反复复啊，使得我不晓得他所谓的经历神呢，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If someone say he has experiencing God, but rarely serve God,His faith life often retreats, and he wants to follow the Lord for a while. So erratic, I don't know whether his so-called encounter of God is true or fake. 你想一想，我对这种人呢，他说、哦、我要服侍神，我要做牧师，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可是他的行动呢，越来越退的，越来越不一样的。我有点怀疑。他真的是一个真的看见主的人，经历神的人，好像以赛亚这样。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看见自己多么的不配，多么的亏欠，多么的肮脏。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啊，而不是我多厉害，我这样的人可以有资格去服侍神那种的想法没有。我们看到以赛亚的生命改变。当神临到你的时候，他会改变你，让你想要服侍他。真的，一个被经历神、见过神、遇见神之后，他会改变，他会服侍和想要服侍神。你没有这个想法吗？你没有这个渴慕吗？你的生命出现问题了。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会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吗，牧师？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参与的吗，牧师？有很多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献身，我们怎么不能为神的福音而付出生命呢？如果有那么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主义跑去丛林里面去当游击队搞革命，难道我们不能为主啊那个实在的将来真的会把我们接走的，将来会来审判这世界的，为主为神的国度来献上自己的生命吗？基督徒没有照神的旨意活，是多么可耻的事情。 What a shame it is for Christian does not live according to God's will. 如果你一生当中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旨意来活，我替你很可惜，我替你很可悲。如果我们与主啊越来越亲近，我们真遇见过神，那么我们越年长，与神同行的经历越多，服事也应该越来越热心才对，而不是从头排坐到后排，越坐越远，慢慢的不见到你。你明白我要带出的信息吗？我们要开始聚会了，我们回到实体了，我们已经是被关在我们 自我隔离关闭一年了，难道我们还在这样封闭关闭吗？还是时候我们要为神来做一些事情了。这世界能够让你更活的时间，浪费更多的时间，一个疫情啊，一个病毒啊，一个天灾人祸啊，它让你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怎样做。但是我们要回到，要明白，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我们要的神会加添给我们。耶稣亲口说的一句话，我要把这句话送给你，而且我希望你永远记起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来，耶稣亲口说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If anyone serve me, let him follow me. And where I am, there my servant will be also. If anyone serve me.” Him, my father will honor. 服侍神是可敬的，是神的旨意。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是我们最重要的知识。遵行主的旨意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功。Amen 吗？不是你赚多少钱，不是你拿到 Lotto 拿到 Dance 3而得到尊重，
才算成功。你明白神的旨意，你往神的旨意一生去追求神的旨意，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弟兄姐妹，别傻了，别再让这世界的价值观来糊弄你，来弄瞎你的眼了。圣经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这世界神弄瞎了眼，看不见。很多世界上的人就是被这世界的神马门弄瞎了眼，看不见。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以赛亚改变他的态度和他对神服侍神的新的认识。第二个认识是什么呢？服侍神就是为神的缘故做神的工，为神做工和为自己做工，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来跟牧师说，为神做工跟为自己做工，两者是不一样的。 Amen。 Second, to serve God is to do God's work only. Only working for God and working for oneself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我记得我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啊，我和一些团队去中国大陆短宣，那一天也有3000人出来被祷告，于是我们就分了四组啊。我为了很多病人祷告啦，当中也赶了很多的鬼。在服事的当中啊，有人就召唤我，来来来，小镇弟兄，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小镇弟兄，去另外一组啊，另一个组一个弟兄的地方。原来这个弟兄跟我一起来的同工啊，赶鬼赶了很久，那鬼就是不肯出来。所以因为时间缘故，我那边也要等着我祷告，我也不能浪费太多时间。我一走过去看那个女的，当然不是因为我赶鬼，不是靠打的，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我就啪啪那个被鬼附的女孩过了她一巴掌，她那鬼就马上出来了。为什么知道她鬼出来？因为她醒了，她懂得叫父母了。她父母说，18岁啊，这女孩子18岁，从来不认得父母亲的。你不要以为过鬼就过，赶鬼靠过巴掌就行了，不是的，我是很清楚圣灵要我这样做的。 Now 这件事情很有教育性，因为只要奉耶稣的名，大家讲奉耶稣的名，我们就有权柄。对，我们就有权柄，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赶鬼。那时候我不是牧师哦，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权柄呢，魔鬼就会在那里戏弄你，就像那个弟兄这样啊，为什么他不出来呀？我赶他，赶他，他不出来。你必须要懂得，只要你奉主的名，你不是代表你自己去，你是代表耶稣去，你是代表神而来的，所有的鬼都要听从你。可以听一讲阿们吗？哈利路亚。为什么魔鬼不听从他们？因为魔鬼在那边笑他们，他们应该也是一样是鬼来的，他们的生活像鬼，虽然是基督徒。我做释放工作那么多年了，首先我必须清楚我是上帝的代表，所以魔鬼要听从。你不是因为我祷告读经有多久，我今天禁食21天，我比较属灵，不是，是因为我是神的代表，他看到我，不是因为看到我，而是看到我背后的那一位，他要听从。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每个基督徒都懂哦，就算每个基督徒都懂这个道理哦，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这个道理哦。你搞清楚没有？ What made me different? 我跟你们没有什么两样的，我跟你不一样的东西，我是很清楚，我是代表着神，我是有权柄，这个权柄不是开玩笑的，是耶稣在我背后。有的人对耶稣的权柄还一五一十，半信半疑，你怪那么贵重的路，你明白在讲什么吗？所以我想说的是，神要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神工作的。当你代表神做事时，你就会得到神工作的结果，而不是人做事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是为自己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得到人的结果咯。你认为吗？风水先生骗你10年8年，如果你是为神工作，他一定是神的结果，得到神的结果。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工作，为了自己来的，我告诉你，你就会得到人的结果咯。你可能说每一个人都是真心为神工作的，但我做了一个温度计啦，来量一量啦，到底你今天的你是为神工作呢，还是你为你自己？当一个人按照他的喜好来工作的时候，他是为自己工作。哎呦，这个我不喜欢，我没有感动，我没有这个恩赐。
就是常常听到基督徒的通病，常常讲我没有这个感动，我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这个呼召。我告诉你为什么神用我，因为我从来没有选，摆在我面前的神你要服侍我走。我被神重用不是因为我有特别的呼召啊，特别的恩膏，而是我 make myself available， 我让我自己什么都可以，只要你神你叫我做的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不按照我的个人喜好啊啊，不是做喜欢做的事，而是做应该做的事。来跟牧师说，服侍神是做应该做的事，不是做喜欢做的事。来，一二三。当一个人按照他的兴趣来工作的时候，他是为自己工作。哎呀，这个我不喜欢，我没有兴趣。当你饿了三天没有饭吃，你还讲兴趣吗？你先讲我先吃饭先才讲兴趣嘛。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啊很糟糕了，去外面做工没有三天就换工了。为什么？他讲兴趣，他讲讲兴趣啊。有些东西不是因为兴趣的，是因为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神要我做。我就算我不喜欢，你以为我喜欢去拍饭啊？你以为我喜欢跟阿龙这些千人前的人讲话、啊、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因为应该做应该的事情。当一个人按照他的把握来做工的时候，他是为自己做工。如果每次都说哎呀我不能啊，这个不能，我没有把握，我只能做我把握的东西呢，我厉害唱歌啊，我做歌我就来领唱，我厉害讲话我就来讲道，我厉害什么我就做。不是的，如果你只按照你的把握来做工，你是为你自己做，因为你自己来嘛，你能力嘛，神没有超越啊，神我没有把握，但我愿意，我不能，但我要服侍你。那么很多时候啊，这么多年来啊，是因为要啊，讲不要很容易，什么都没有了，关了什么不要了，这个养心之药不要了，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什么都很容易的。你说要说才困难嘛，你要说你才说我没有把握。但神你来做，不是你做了吗？是神在做吗？阿们吗？当一个人按照他的能力在做工的时候，他是为自己来做。所以你问问你自己，你说你所谓的说我服侍神，我为神做，你到底是为你自己做还是为神做？服侍神跟服侍殿是有分别的。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的回应。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并且谁肯为我去呢？我便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说没娘吹把狼了，不用找其他人了，我就是那个人。 Isaiah say there is no need to find someone else, I am that person, send me Lord, send me。 我希望今天你就是那一位像以赛亚这样很积极的很 positive 的说，主啊差遣我，而不是主啊我在这，请差遣我姐妹。哦，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弟兄啊 support 啊，这叫啊，相西方就叫阿舅阿祖啊，啊，我这边特别叫别人啊，啊，这边啊叫啊，玲玲啊叫那叫啊，啊，我相西方的。以赛亚在整个经历异象的时候，他有新的认识和新的态度，就是最后第八节进一步告诉我们：我在这，请差遣我。我们不仅要了解服侍神是他的旨意，第一，我们第一点是新的认识，服侍神是神的旨意。第二，当我服侍他，就是我代表他做事。还有最后第三点，就是服侍神的人必须是欢喜感恩的，甘心乐意的。大家跟牧师讲，甘心乐意的。Those who serve God must be willing。唔甘愿呢？爱买，我告诉你会很痛苦，你要甘心乐意的。我告诉你，我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你没有经过牧师说，我放弃，我买了。买走了，一边流汗，一边流目油，还是 continue 好了，们拼下去，他们说，因为甘心乐意嘛。你甘心乐意说，你不会埋怨了，你也不会埋怨人，也不会埋怨神，也不会埋怨环境，因为你甘心乐意嘛。阿门嘛。今天你服侍神，你是甘心乐意的，还是拖牛拖马，还是何边牧师？哎呀，牧师你叫，哎呀叫我去唱 Caroline， 我不爱去耶。哎呀叫我，哎呀我等了，是不是这样？必须甘心乐意，你自己愿意的好过逼你去啊。所以我给你看一个短片啊，这是一首歌，这是一个讽刺的歌，讲到一个人说他一个基督徒
他说我为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神啊，你不要派我去非洲去做宣教士。来，我们来看这个 video。Welcome to Holy Land USA in Del Rio, Texas, home of the drive-in baptismal car wash and discount house of worship. Say hallelujah. Brother never minds we have a story. I'll never forget the movie Jungle Book. Say hallelujah. You remember it, don't you? Dr. Livingstone, say hallelujah. Beautiful man, pillar of the community. Well, you know, quite frankly, he went into the wilds of the jungle and never came back. Oh Lord, I am your willing servant. You know that I have been for years. I'm here in this pew every Sunday and Wednesday. I've stained it with many a tear. I've given you years of my service. I've always given my best, and I've never asked you for anything much. So Lord, I deserve this request. Please don't send me to Africa. I don't think I've got what it takes. I'm just a man, I'm not a Tarzan. Don't like lions, gorillas, or snakes. I'll serve you here in suburbia, in my comfortable middle-class life. But please don't send me out into the bush, where the natives are restless at night. I'll see that the money is gathered. I'll see that the money is sent. I'll wash and stack the communion cups. I'll tithe 11%. I'll volunteer for the nursery. I'll go on the youth group retreat. I'll usher, I'll deacon, I'll go door to door. Just let me keep warming this seat. Please don't send me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where the natives are restless at night.所以我不希望你是这样一个像这影片里面短片里面的基督徒。当然神是一个 gentleman， 神是一个绅士，他不会强迫你去服侍他，他要你甘心乐意的说，主啊，差遣我，我愿意知道你的旨意是要我们服侍你，给我权柄代表你做工。主啊，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我非常乐意做你的工。 God is a gentleman. He will not force you to serve him. He wants you to say willingly, Lord, sending me. I want to know that your will is for me to serve you. Give us the authority to work on your behalf. Lord, I am willing to do your will, and I am very happy to do your work. 如果我们顺从，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在天上的国度里有极大的喜乐。我们一生当中啊，非常短暂。如果我们顺从，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在天上的国度里有极大的喜乐。我们的一生非常短暂，非常的短促。我们所剩下的生命还有多长？如果你还有十年呢、啊，我问你，你大概呀、啊、也只有520个星期可以活而已。500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你算算看，眼见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人生还有多少十年？就好像几年前那个明星叫杨善瑶，给多少年啊？
如果你死的时候你已经为主整动整个槟城了，你可说真正的活过了。 Amen 吗？让我们一生为神的国度摆上吧，因为我们都要成为过去，我们应该把生命交在他的手里，为主而活。让我们说，主啊，用我，用我的生命，当有一天我躺下去，棺材盖起来的时候，我当我在你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要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Let our life be kingdom minded,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be the past. We should put our life in his hand and live for the Lord. Let us say, Lord, use me, use my life. When one day I lie down, when the coffin is covered,I am in your kingdom. I will say like Paul,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Amen. 最后我要送你短短的一个短片来鼓励你。
主所给我们的生命，这样度过不是很好吗？当天上点名的时候，当我们名字被点到的时候，天上将有声音说，你是我的仆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样是多么的好啊！我们乐意向主说，是的，我要你，我的心跟你在一起。你可以向神祷告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用我的生命，主啊，让我成为一个神迹。 Amen。 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开始我们的实体聚会，下个星期开始，我用这个频道，也是神的灵放在我里面，来对你一个挑战，来对你一个神问一个问题，我能差遣谁呢？谁愿意与我同去呢？谁肯为我去呢？你是不是那一个说，主啊，你不用再找其他人了，我在这，请差遣我。我们要日子有限，我们已经就这么样来过，将过去1,300+600多天了。我们恢复实体，也不是因为我们爱到老做，而是因为时候到了，我们要振作，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管你在哪一个领域也好，你在教会服事也好，你在职场也好，你在工作也好，你在你的家庭也好，你在你的儿女关系也好，神说你要被差遣，神要你服侍他，不是牧师去做啊，同工去做，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当起责任。你能够像以耶稣亚所大声的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全家必侍奉耶和华。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大声的说，至于我和我全家必侍奉耶和华。今天早上我要求圣灵再一次的，不要听了就算了，求主，求圣灵光照你，问问圣灵说，圣灵啊，你透过这篇道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以赛亚有新的看见，新的认识，新的态度对于神。第一，服侍神是神的旨意，不要这样说，神啊，我要那个，我要那个，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啦，这些你所要的神都会加给你啦。你如果你神的心意，神的心愿，神都没有被满足，你一直要神满足你所要的，你可不可以改变？我要告诉你，奉耶稣的名，求圣灵光照你，服侍主是他的心意，是他所愿意的，他所要的。然后你必须要为主做工，不是为自己做工。当你为主做工的时候，权柄就来了，神给你那个属灵的权柄去完成那个任务，而不是祷告有恩赐啊，祷告有医病啊，祷告有赶鬼啊，才去做，不是，而是你愿意去做的时候呢，神的权柄就随之而来了。第三，神要告诉你，今天早上你要甘心乐意，要愿意，不要再埋怨，买一瓶好塞煮一瓶埋怨啊，或者你整个生命，就算你没有参与这个服事，你整个生命一直在埋怨，在暗藏，是时候改变，求神光照你，求神改变你。嘎拉巴嘎西基安德罗伯哥修格罗伯伯伯伯哥西基安德拉巴巴巴嘎西基安德拉巴巴巴巴嘎修格罗伯伯伯伯伯伯哥西。如果今天早上你要回应神，你就把你手举起来，并且站起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教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重新开始，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为神做工，我要大发热心，我不要再说啊，教会只是去消费而已，什么事情都不关我，不要找教我，而是你乐意的，你甘愿的，你爱神，你愿意服侍神，你在教会愿意参与，不要扑人扑的了，要恢复你起初的爱心，你怎样以前讲爱耶稣，你要恢复那个爱给耶稣，不要再软弱，不要再冷淡了，不要让你的心，你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好不好？起来吧，弟兄姐妹，起来吧，弟兄姐妹。主啊，你看到这些愿意的手，这些举起手来服侍你，愿意来
参与你的事工，愿意跟我一起来拼，因为一生的年日很短暂，我们不要空手来见你，我们要满载而归。当我们见你的时候，你我要希望听到的是主你对我们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入我的安息，进入我的快乐，享乐享受我的快乐。主，我要为这些愿意的手、愿意的人、愿意的弟兄姐妹来复兴你的教会，来建立你的教会，让这教会坐满人，让更多的灵魂得到拯救，你的国度越来越扩展，教会越来越多人复兴起来。谢谢你听仆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下个星期在 4D FGD 的教会见。恩条弟兄姐妹和 FGD 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起来敬拜 ，Amen。敬拜我们又活又真的神。我知道我的救赎人活着，他是有活的主 ，Amen。我在深谷里失去，他领我走正义路，是的主，我知道 ，Amen。我的救赎人活着，他是有活的主，是的。当我在孤独孤独时，他陪我走我的根。弟兄姐妹起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Amen。我心不再犹豫，是的主，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是的，我灵不再沉睡，但好像想起的那一刻，我曾见他荣光。我知道我的救赎的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深谷里失志，他领我走正义路。一起，我知道我的救赎人活着，他是有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陪我走我的路。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不再永远活着，我灵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是的主，我心不再沉睡，然后就想起你那一刻，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 Amen。我心不再沉睡，是的主，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一起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是主，我灵不再沉睡，然后就想起的那一刻，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见他荣光之美，荣光之美。
感谢主，